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都有些谁吧。哎，你们看这个是谁呀？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没错，他就是灰灰。这个是毛毛。那这个是谁呀？这个是天天。这个是猪猪。那这个是小丽。最后一个是谁呀？是阿奇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玩沙滩玩具吧。现在让我们汪汪特工队出发。我们来看一下沙滩玩具里面都有些什么工具吧。我们就打开毛毛的来看一下吧。你们看，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小铲子，这里还有一个小耙子，打开里面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有一个狗狗最爱的小骨头，还有一个小水壶。这个是汪汪队的徽章，还有一个星星模具。啊，就是这些工具啦。那我们天天还有阿奇里面的工具和毛毛的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拿毛毛的这些工具来和大家一起玩沙子吧。凯莉今天啊还准备了一些沙子哦，你们看这些沙子呀，看起来太紧了，我们先拿小耙子松一下吧。诶，沙子松好了，我们用铲子把这些沙放到桶里面去。你们看，沙子就全到桶里面去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汪汪队的徽章吧。把它摁紧。好啦，那现在我们把它放到桌子上吧。嘿，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啦！要小心点哦。哒哒哒，我们的徽章是不是很棒呀？接下来我们再来试试这个星星模具吧。不过这一次啊，我们换一种玩法，我们铲一点沙子放到这里，然后把它按成像饼一样的。然后拿着星星的模具把它按下去。出来啦，我们把旁边的拿走。哇，超完美的星星形状的沙子就弄好了，我们把它轻轻地推到我们徽章的旁边。哇，真是太完美了。好啦，我们接下来再来做一个狗狗最爱吃的骨头吧。像刚刚一样，像第一种做法一样，继续挖沙子，把沙子填到骨头里面。你们看，它是细长型的哦，所以一下呀不能放很多。用手指按压一下。好啦，我们骨头的模具里面就填满了沙子。下面要做的就是把它放到桌子上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骨头的模具轻轻地拿起来咯。哇，差一点就失败了，还好还好，骨头没断，嘿嘿。
们再来做几根骨头吧。我们啊还剩不少沙子呢，所以我们再多做几个徽章和五角星吧。不过这些沙子又太紧了，我们啊用盘子来把它松一松。哎，沙子松好了，让我们来做两个五角星吧，还是刚刚的方法，先来做两个像饼一样的这个。好啦，我们的五角星登场喽！先来按这个，它按下去，嘿，出来了。旁边的拿走，还有这个，朋友们，今天凯莉给我们的狗狗们制作了他们的狗狗徽章，还有五角星，还有狗狗们最爱吃的骨头哦。凯莉觉得今天的沙子真的是太好玩了，那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沙